我的设计风格就是一目了然，看一下。在你们明天的突袭任务当中，你们需要戴上神秘的头套，这个头套呢需要你们自己 DIY， 你们有20分钟的创作时间，所有的材料都在桌子上了。头套啊，我还以为礼物呢。等一下，我以为里面有东西，然后准备打开，然后突然间这个是头套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好玩的呢。哎，可以用眼睛出来吗？不能挖眼睛哦。啊啊，我刚想挖眼睛哎。那怎么看啊？就是为了不让你们看到。啊，来给你一只，来我坐地下去。等一下，我就不知道咋弄啊。剪个喜字。哇，这怎么剪？怎么剪的？我感觉超厉害的。剪个喜字给它贴在前面。你这不是结婚的时候用吗？对啊，我觉得很喜庆啊。这个怎么写李永清啊？怎么写李永清啊？你不会写李永清啊？啊，我帮你。这谁的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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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？嗯，这头发画的挺好看的。嗯，这挺适合你啊。我的 take off 的造型。哦，波浪的头发。再给我点时间吧。搞定了，我好了，我也好了。下面依次阐述你们的创作理念，然后一起戴上头套，对着镜头摆一个威神威的造型。我先啊，这个是我明天的面罩啊。哎，有头发哎，喂，挺可爱哎。威威，大家好，我是什么？我是什么？威威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威神威。可以，他这个其实做挺可爱的。其实我呢，一开始就是想做红绿灯，但感觉没啥创意，我就做一个人出来。很恐怖，好恶心啊！你这个，好可怕。他脸上为什么那么多血啊？不是，他不是写着长痘痘，你看跟他。一会儿都长阴影了都。像吗？摸头发像吗？哎，真的好像你哦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威神威。哦，可以。我的设计风格就是一目了然，看一下。啊，写得很清楚啊。写得很清楚啊。对啊。好，有脸有鼻子，有人中有嘴巴有下巴有锁骨。哇，锁骨，你锁骨长脸上啊。我的呢就一目了然了。哎，人生在世图一个喜字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开开心心啊，对。对，开开心心。右边的两个耳朵，其实说不耳朵呢，其实就是一个爱心，也是图个喜字。你看，两个爱心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最后呢，哎，告诉大家我是谁，我是乾坤，写的清清楚楚，一目了然。你征婚了，你现在？哦，对耶，他征婚了，在线征婚，完美男友。哎，来按灯，多喜庆，看到没有？来 ，OK。然后别人不知道，他还可以转过来，我是乾坤。好像那种新娘子，然后戴上那种一拜天地这种的。我这个就很简单，就是也是一目了然，就是我觉得就是简单到极致，它就是一种美。所以说我就做了这个。再见。嗯，对。没有，其实我觉得你这个画风啊，像虚奇他那个呢，像什么？一个漫画家，一个抽象派。